在很多台湾人的心中，长滩岛是海滩度假胜地。但是，在长滩岛绝对不是只有白沙的沙滩可以享受而已，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。你知道别人就只是普通跳水的时候，本公司要做的不只是这样。唐老大有车可以飞，钢铁人也有动力盔甲，于是我们也想要在长滩岛飞飞看。经过两次跳水，我的翅膀已经变这样了。我现在挑战15公尺了。Here we go。可是我真的很紧张。啊！哦，好痛！刚刚用屁股着地，找水。Benson 连续两次都做了错误示范，但幸亏有这位仁兄打破纪录。恭喜路人甲以89分不能再高的成绩赢得水花大赛。选手们都是有练过的，我们一般人弄不好就只好背支架喽。其实 Ariel's Point 这是很多人来长滩岛的一个大原因之一。因为那个跳台跳水真的非常的酷。去长滩岛的 Ariel's Point 只要1500元台币就能一次满足跳水、浮潜、独木舟，包吃包玩包酒水，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？